因为其实不容易了，做音乐很辛苦了。对，哦，中间有一段时间其实蛮那个，我觉得有一点迷失了。OK， 就是歌也写不到，心情就是也不好，就有一段时间就会，你会觉得好像做什么都不开心。到后来就有写了一首歌，叫做 Runaway， 就写了这个歌，我反而觉得有一个情绪有一个出口。哎，这就是我们创作有时候感到幸福的地方。不管哪个方向，我只想要不停往前奔跑。I wanna